这是一门卓越而灵动的技艺。雕刻师用一把木刻刀在方寸之间刻画众生相，为朽木注入灵魂。徐家大师以行写神的技法登峰造极，集众家之长而异彩纷呈，变化万千，足以代表漳州木偶头雕刻技艺。一口道尽千古事，十指操弄百万兵，八弦环宇集一意，袖里乾坤日月深。聚光灯下熠熠生辉，引领观众进入了一个神奇瑰丽的偶人世界。布袋木偶戏是指尖上的艺术，演员用指掌操纵木偶，表现角色的喜怒哀乐，演绎出众生百态，使得小巧玲珑的人偶在舞台上展现出大大的魔力。而真正为木偶注入灵魂的是那些隐于幕后默默无闻却有着精湛雕刻技艺的木偶雕刻师们，他们运用独到的隐悟和智慧，使无数的木偶在他们的巧手下获得生命。那些散发着阵阵樟木香味的木偶雏形，经他们的细细雕凿后，凸显生动妙韵。我这个木偶雕刻啊，是祖传的啊，到我知道的有名有姓的，到我已经是第六代传人了。我们第一代来说啊，去考见啊，那是在清朝的时候啊，嘉庆、齐江啊、连江啊，离现在至少有300来年啊。我们过去啊，像我做第一代祖宗啊，就说啊，那个习子清啊，他主要是刻木偶、雕菩萨，还有做一些工艺品。啊，那自己呢，还开了一个店，在我们漳州的北桥啊，开了一个店，店号叫做啊千钱市，啊，后来传到啊我的啊祖先啊第二代、第三代，那一直来说啊都沿用了这个店号。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他就改名了，改做天然这个店号啊。到我父亲的时候，又再改为这个自然这个天号啊。所以，我们这样几代人啊，都连熟做了这个东西。繁华都市日益蚕食着古城的机体，只有在历史底蕴深厚的老街古巷或者公园，才能追寻一些往昔的足迹。画面中的老人时常会去公园品尝闹市中的一点静谧，这里人来人往，却少有人知道这位老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木偶头雕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徐竹初。徐竹初出生那年，徐家与弘一法师结缘，由于身逢战乱，徐家便请弘一法师为这个在乱世中诞生的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竹初寓意着孩子将会像星隼那般茁壮成长，也意味着木偶雕刻传到徐竹初手上，能玉宇不琢，与霜雪而不凋，长青不败，永远焕发着勃勃生机。时光匆匆，在木偶堆里成长的徐竹初深受父亲的影响，10岁出头便对木偶雕刻热爱成痴，经常挑灯夜战，家中的劈木被他的刻刀消灭殆尽。因为我在这个8、9岁的时候，那时候还没解放，漳州没解放的时候，我就非常兴趣这个，因为当时家里穷啊，所以没办法念书啊。当时有2个原因，一个家里穷，
另一个来说啊，当时社会比较乱啊，所以出去啊不安全，所以这段在家里，一个是帮忙家里啊，就搞一些这个木偶啊，比如说臭臭光啊，还解释啊，把他就救到啊，欢心一下啊，还解释啊，这个模仿学一些，学刻一些这个锁脚啊，木偶的锁脚啊。在一般人看来，木偶雕刻无非是将木偶雕刻成人的头型，并模仿人脸刻画出表情，看上去也不足为奇。殊不知，一个木偶雕刻作品承载了上百年的木雕工艺精华，凝聚了木偶雕刻师数十年累积的深厚功底。徐竹初继承了祖辈优秀的雕刻手法，注重以形写神，讲究精巧细腻，做到纤毫毕现，惟妙惟肖。他并不受前人成果的束缚，而是大胆的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风格。他设计的戏曲人物造型多达600多种，生旦净末丑等各行当齐全，其中既有传统名剧的名角，又有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魔怪等形象。在漳州徐竹初的导下，尊尊木偶皆神态活泼，性格鲜明。因为木偶来说啊，这个布袋木偶在我们福建有两大派，一派来说是泉州的，他那个叫做南派。为什么南派？他对地方的，他主要是以南戏呀、这个高价南戏这个戏为主。我们这边为什么叫百派呢？因为从我们的祖宗到过去考证出来，我们演出的都是汉剧，最早是昆剧、汉剧。到了我父亲的时候的话，30年代就改为了京剧啊。为什么要演出汉剧、京剧呢？这个演出的一些节目啊，大部分都是武打最多，像《三国演义》呀、《红星演义》呀、《西游记》呀、《说唐》啊，点点的一些节目，啊，这个是非常我们适合于布袋木偶的，因为布袋木偶是用手直接操纵的，所以一个人他可以操纵两个人，啊，特别对武打，那配合的非常紧密，啊，所以我们说，当地的按照过去的演出的，大部分都是以京剧为主，啊，所以叫做啊百派。那我们的面谱啊，一些造型，也都是根据有关京剧的啊一些面谱啊一些造型啊来进行塑造的。比如说像什么啊，张飞啊、关公啊、曹操啊等一些角色嘛，那这个都一些面谱都是参考的京剧的一些面谱。因为这个木偶啊，头主要是一种演出的工具，那他一个戏班买了几十个啊，300个去，要演出的戏非常多，有的上百出啊，所以的话，你一些人物啊，有的要固定的，有的不一定固定的啊，所以在我创作上来说啊，本来我们传下来的这些固定的木偶造型，大概100来种啊，到我父亲创作了200来种，到我为了之前的需要，我们再进行创作，而且有的人物啊分得比较细，到我来说已经有500-600种不同的形象、不同的造型。传统木偶作品都严格按照祖传工序制作，一件作品通常需要经过10几道工序，从材料、工具到雕刻、骨表，再到最后的彩绘，一丝不苟，被誉为小器大作的典范。
地部的，地部就是先破开呀、啊，把这个先破开呀、啊，破成这个三角形的啊。第二步就是用斧头啊，把它好全身陶形的啊，是陶的陶，陶形的啊。第三步呢，然后把这个木偶头跟这个脖子啊，啊要分开起来，啊要留着，要留着啊，就是在这个木头的三分之一啊的地方啊，留一个脖子，三分之二作为头部啊。那第四步呢，我们就开始来雕刻了啊。雕刻主要是将这个羊口刀啊，羊口刀来定型啊，把这个要刻什么人物把它定下来。这个人物它的五官比例啊，嘴巴、眼睛啊、鼻子啊，啊把这个有关的形态把它定下来，下去就这一步。应该注意把两个耳朵啊留起来啊，留起来这两边要对称，还有把最高的这个啊鼻子啊，这个鼻子的位置留下来啊，所以这两个方面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木头的话一般就是留高啊，那把底下两边啊就往下刻。把这个鼻子吐出来，就跟泥巴不一样，泥巴是用补的哦，这边不够高补一下，但是木头呢一定要两边啊浇下去，吐出了高的部分，所以这个一定要留住，不然以后补就麻烦了，对不对？现在把鼻子最高的留着，两个耳朵留着，那现在就是要刻嘴巴了，鼻子啦，眼睛啦，好、哦、要比较详细的刻啦、嗯、好啊。接下去那就是要这个眼睛不是还没开眼嘛、啊，要开眼，这个鼻子要这个鼻沟啊，我主要更详细的刻。这个木头刻好，刻好了就是要打底色，就是把这个颜色啊，啊，泥土嘛，我们说啊，打土底，那你涂下去呀、啊，要这个做好，不然这个木头啊会比较粗啊，会有这个木头的痕迹，然后要打这个底还要标纸，为什么要标纸呢？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哇，我这样就是把先把这个打这个底呀、啊，盖你盖好了，那下一步就是要标纸啊，标是表背的表了哈、啊，表纸，这个纸是一种棉纸，棉花的棉纸啊，啊，因为棉纸里面有纤维呀、啊，啊，还有比较薄，把这个标纸。啊，这个要把它收起，积成一块一块的，一块大小块不一样。我、哦、为什么要标纸呢？标纸有两个作用，一个来说啊，防止一个木偶在演出方面有这些细部啊，眼睛啊、嘴巴还有鼻子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坏，所以这个标纸好像一个啊一个渔网一样，把它整个木头都挽起来，而不容易碰坏，这个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因为我们这个木偶啊是木头刻的，一个木偶有的要用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以后啊，这个每一演出一个时期呀、啊，有的把颜色掉了。哦，
解释有一点旧了，把水一泡啊，把水一泡，把这个这一层啊都拿掉啊，把这个有这个纸啊把它拿掉，又不会损害这个木头啊，啊可以保护这个原来这个木头，所以一个木偶它有的用了粉刷了几十遍它不会坏，这样有这两个好处。这个人物是关公，按照传统的就关公面部是朱红色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彩成朱红，这个点一般都是国画颜料，所以过去都是用那个朱砂啊合起来的。我这个已经上了六遍了，已经上了六遍了，所以现在可以开始来化妆了，来化脸了，好不好？一个木偶化妆好了，那就要张胡须。我现在是在张胡须，因为你这个关公是有胡须的啊。好，这个胡须都粘好了，帽子，这个帽子自己做的，大概要花两天时间啊，做这么一个帽子啊，所以这样子哈、啊，你一个关公就完成了，然后再穿上衣服、啊、那就是整个这个木偶的过程，从一个木头到完结了啊，这样子啊，花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包括那个衣服。要一个多月，一件衣服要绣一个来月，那这个做起来包括帽子要做啊五六天时间，所以一个木偶如果做好的话，完结了要一个多月。啊、相比徐竹初，儿子徐强以制作花脸、天神、鬼怪等角色见长，根据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等对传统神仙鬼怪的造型进行艺术再加工，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形象进行夸张重构，塑造的木偶形象异彩纷呈，变化万千。近年他更是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新理念深入挖掘闽南文化，做出有别于传统的突破，甚至结合现代元素融入动漫造型。木偶雕刻经由徐强的巧手雕琢，已渐渐脱离戏曲的范畴，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实现了华丽的蜕变。因为创作木偶造型啊，一定要跟每个时代所处的年代不一样，所以设计出来的这个造型要应和这个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一些民俗变化，因为现在毕竟是比较现代的社会了，那现代社会就要更多的年轻人啊的思想里面想的
和喜欢看的造型是不一样的。我主要是我设计的这个造型啊，我就要结合我们体现我们悠久的历史，还有我们丰富的人文一些传说，那我更多的是表现一些神话的历史人物多一点，比如我们当地闽南的一些民俗的比较喜闻乐见的人物，比如我们的千里眼啊、顺风耳啊、一些风神啊、雨神啊、电母啊这些历史传说人物，通过这些历史人物讲述我们闽南的一些人文故事。对于儿子大胆而新奇的创意，徐竹初感到非常欣慰。他时常向儿子灌输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在秉承祖辈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察与思考，在木偶造型以及神态的表现上进行大胆的探索与改良，这门手艺才能不断的发展壮大。我小时候家里边，我们家里边就是个手工的作坊式的，那父母都是从事手工艺，那么我小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干嘛我们也随着他在玩嘛哈。当我到了六岁左右啊，比较懂事啦，父母三更半夜都在赶任务的时候，我们也参与进去帮打下手，就这样子逐步的从家庭的熏陶还有帮父母干活中学到了很多。我们小时候就是有一句俗语叫童子功，就是从小时候培养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是打下手帮忙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木偶啊，它原来是个粗我父亲比如雕刻一个粗胚，我们要来给它精再细修啊，细修中不行的话，我父亲啊就参与其中，然后来教我们，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因为这个木偶传统的几种用途，但是在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赋予家庭摆设艺术品欣赏还有礼物纪念品的功能会强化一些，比较多一点。这个手艺啊，我们是自小学到老，从我的祖宗历代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这种艺术我们作为一种责任是不能断代的，要继续的传承下来，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只有发扬光大它才有生存的这个意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传承，不只是传承，而且要扩大社会的影响，扩大更多的人来喜欢，这才是我们传承人的任务。坚守传统已无法承受新时代的猛烈冲击，顺应时代潮流，在木偶雕刻中融入新时代的元素，创作符合现代人喜好的作品，才能填补逐渐瓦解的传统大厦的缺口。未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动，徐氏父子都坚定地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下去。